老师多讲了十分钟，我想我多讲十分钟，我想开玩笑啊，把你们吓坏了。我请同学呢，你们回去呢，自己这样演练。因为我现在要说明说，如果 x o y and z 这样，啊，会等于 x o y 对不对 ？and x o z。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我们同学应该讲说，那我现在呢，我要所有的东西啊 ，y o z， 然后我要 x o， 啊，然后呢，你要 x o y 啊，然后 x o z。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对。那你把所有的组合啊，回去练习哈，把刚刚的每一个呢，这是不是八种？全部列出来，然后一个一个做，一个一个做 ，OK。Y and Z， 你说 Y and Z 啊，根据 and 呢，两个都为一的时候，它才为一，所以这是零，这是零，这是零，这是一，这是零，这是零，这是零，这是一，把它写下来，有问题。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跟 X 做 and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都为一的时候，你看，都没有啊，都没有啊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只有一个，是不是 ？OK， 只有一个啊，只有最后这个为一，其他呢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其他都为零。对不起了，哦，所以我弄错了，哦，应该是这个有一个为一的时候就为一，所以零零这没有零没有，这有一个一，所以这个是，啊，这样，所以我要搞错了，有一个为一，所以这个为一，这样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为一，这个为一，有一个为一，哦，这样才对啊，不然就搞错了，对不对？没问题，啊。然后呢，你在这样啊 ，x 跟 y 做 o， 所以 x 跟 y 做这两个有一个为一就为一啦，所以这个零这个零后面全部都为一，所以它应该是零零一一一一一一这样。这是 x 跟 y， 然后 x 跟 z 呢也是一样啊，也有一个为一，所以它是零一零一，然后后面都一。所以它是零一零一，然后后面一二三四个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终极呢是这两个要 n， 就这两个要 n， 所以呢这两个要同时为一，所以零没有，一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所以这个是三个零，后面一一一一一这样。那我们应该要看看，我说我要证明的是这个等于这个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这个，好，跟这个要相等，所以这个是零零零一一，这个是零零零一一一一，哎，这两个相等，啊，这两个相等，所以。这个分配率啊，
O 分配进 M 啊，用同样的方式把刚刚那个 table 每一个都去弄一次，你就懂了。下课。Thank you.